超坏的，谁是你还不走？他妈我是也反派了，今天哎、欸，你还不走？一个大家这么善良吗？谁表情这么讨厌？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总算一部连续剧叫反派，我就是反派的、啊，对不对？这种角色很重要。走不开，然后你要不走还卡在那边，他妈等一下，我还没拿完，我操，厉害的。重点是那个车还不能把库了，对，是我车不能把库啊。对啊，他然后第二次第二他就下来拉车了。因为我在想说你应该会有什么，他如果再继续这样，你应该有什么招对付他？我招我就是直接不停啊，不停他就没办法拦啊，我拿了就走，减速拉了就走了，对。太好笑了，而且他只要一减速，起步就起步很慢，那不是他们那个车，他们这种没有办法，那部车我觉得马力有问题，扭力就抓不起来，刚开始一拉就太亏，怪我的亏，马力有，老板呢？怪缸怪塞，老板你滚，你滚，出来逛。老师，我们前面两颗真的很顺，对，就从你翘脚那一刻，我们怎么溜就开始。现在没有录影了哈，我讲你的缺点好不好？拿球过来。不是，我跟你讲，我教你，我跟你讲，我知道，但是我同样丢的方法，到那里它就飞起来。真的吗？对，我现在没有录影了，我给你丢蛮硬的。然后我跟你讲，你录完之后，我一丢就进门。真的吗？对。他再一颗，我来示范。太好，再靠近哦，老师。不是没进怎么办？我先讲他的滚法，滚法好不好？正常滚法是平平的往下面跑，有没有？这样平平的。对。孟哲后来高兴，你知道这样子。对，够不懂啊？我没有弹这么多，没有这样弹，就吧？夸张，夸张。我是到最后面，到最后那个红点前的那一段，他就弹起来。这段兄弟戏上标路好不好？没有人跟你兄弟，没有人跟你兄弟。我们大家没有听懂什么叫有没有，因为你也没进，然后你没进。我没有听懂你的有没有到底。你就是要找，就是要找台阶，就找台阶下，你知道吗？没有重点。找台阶，你知道吗？今天背楼梯过来，你知道吗？左哥都把摄影机放下来。